我一定要打他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抽了吗？哦，我要抽一样。第二个，你要第二个，我最后一个。百分之七十，好，百分之七十，百分之七十。我打詹姆斯，黄龙的，黄的，哎，你也是要黄的，黄的，黄的，不是你就是他，我一定要打他，第七组也跟得出来，学长，请帮我报仇，请帮我报仇，黄的，拜托你把黄的拿出来，有前夜，让不要让看到，来准备上第三个阶段，把菜上来，我的是什么？哦，蛋菜哦。那鬼瓦烧的话，我们今天这个是用竹夹鱼，黄尾竹夹鱼它的特色哦，跟那个黄尾、黑尾比较上的差别就是它的肉质特别的厚，会比其他种类的竹夹鱼来的厚实一点。然后我们加上这个我们的照烧酱，然后经过反复几次的一个炙烤，那让它整个酱料的味道可以吃到鱼肉里面去，所以吃起来可以吃得到这个竹夹鱼本身的一个肉质。那还有这个酱汁的香味。现在刚好六月到八月哦，是我这个麻子蛋菜季。对，那就是我今年收的第一批蛋菜，刚出来的。第一批，难怪那么大颗。对对对，那吃起来跟这种进口冷冻的是前味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麻子蛋菜非常好。对，那我们加这个我们自己特制的金沙酱。金沙酱，金沙没有吃过金沙酱的，我先蛋黄做的金沙酱。哇塞，还有葱油米。哦，好的，我就位就位啦，我吃两道，他没吃过出去，加油，哦，加油，请出题。晨晨刚刚带了200元去总站夜市，把第一张100元换成了250元，然后买了一杯35元的红茶，又买了2根10元的冰棒，请问他现在身上有几个硬币 ？A 一个 ，B 3个 ，C 5个 ，D 7个，你看看。你是不是都想想？你是不是？五、四、一、三、三、二、一，恭喜他！对，耶！四个失败，一个失败，四个失败，一个失败。开杯！没事，你很快。准备第二题，请问地球上拥有这个国家，第一名是印度，第二名是中国，请问第三名是 A 美国 ，B 孟加拉 ，C 巴西。是四 D 一零，听到吗？五四三二一，印尼，恭喜答错，五八四错，五四三美国吗？美国，恭喜答案对了，耶、yeah! ，没了。第一批的马祖蛋菜，我们先享用咯，好快乐哦！其实马祖蛋菜翻烫就行了，翻烫就行，但是处理比较不喜欢，还要炒一点九层塔的。对，九层塔跟金沙搭的，宏伟的嘛。他这个是我们附近的那个渔民，他自己开海钓船出去。嗯，哦，好赞哦！所以它是野钓的，对啊，野生的，难怪肉特别甜，嗯，好甜哦，这肉，哇，真的好好吃哦，对啊，而且很适合在居酒屋吃这样的料理耶，超有，吃蛮饱的哦，低调低调，所以我都没讲话，处罚，等一下，我可以。哎，可以换我露脸了。左恩轩刚刚偷吃东西，他都没有那么积极。你看他现在讲话积极。谢谢一下。谢谢老板。谢谢收工。谁要先收？来哦。哦，终于换我了哦。哇！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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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！我一定要打他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抽了吗？哦，我要抽一样。第二个，你要第二个，我最后一个。百分之七十，好，百分之七十，百分之七十。我打詹姆斯，黄龙的，黄龙的，会不会是黄色哦？你也说要黄的，黄的，黄的。不是你，就是他。我一定要打他。学长，请帮我报仇！请帮我报仇！好的，拜托你把黄的拿出来。有前夜，让不要让看到。好好好好，抽一个黄的来看看。给他抽到黄的。我想说，我今天得罪太多人了吧？
肚子火，忍了一点。我安全解决的、啊、嘴巴手指不一样，一，对，就是他，气死我！还要聊吗？嘴巴手指不一样，最后就是你害我的嘛。啊，原来，继续哇，一定很大力，把你顶，哎，吊起来啊！大家不要呼吸哦，安静哦。没有像我打你那么扎金啊。